在台湾，每三个人便有一位是国泰人寿的保护。像大树标志一般，国泰人寿稳健经营的形象深植人心。在永续的旅程上，国泰人寿依循永续保险原则，从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面向落实企业永续，透过行动化服务，以行动保险、电子保单和电子单据减少纸张使用与提升服务效率，更借由节能推广与供应商大会，呼吁保护和供应商加入环境保护行列。身为台湾最大机构投资人之一，国泰人寿率先签署证交所发布的机构投资人尽职治理守则，并积极参与全球倡议，主动在低碳投资登录平台揭露资讯，协助利害关系人了解集团低碳投资状况。超过半个世纪的耕耘，拥有30,000名员工的国泰人寿重视每位员工的幸福，透过打造健康职场，坚守公平权益，创造友善工作环境，更以 AG2.0 计划让业务团队升级更具竞争力，并以全职涯培训系统与培育轮调制度让员工适性适才多元发展。面对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的台湾，国泰人寿积极推广健康管理意识，并提供长照险、健康险、年金险及寿险等商品，全方位保障保护的长照需求与经济安全。同时透过理赔金抵缴住院费、药师免费送药、到府沐浴、远距照护、电话理赔一系列的温馨服务，让保护可以及时获得完善的关怀。随着新住民和新住民二代人口提升，国泰人寿携手非营利组织与学术机构，从亲师生回东南亚外婆家、多元培力营、课后照顾三大面向，为新住民学子提升自信，也为台湾的未来创造多元新力量。因应未知的财务及新兴风险可能带来的影响，国泰人寿与专家和学者共同合作，以全方位的风险量化模型建立有效的控管机制，为风险建立防线以及预先研拟因应方案。永续保险的领航者，用心守护家的幸福，是国泰人寿的永续愿景。我们期许能成为产业尽责机制的主要推手，发挥国泰价值链影响力，使员工、保护、社会大众有感、认同，进而参与，共构台湾永续竞争力。